除了会当吹奏着传统的口簧琴，也阁有钢琴，这些乐器在过去布隆族传统生活中其实真普遍。一般拢认为口簧琴应该是属于泰雅族、赛德克族的传统吹奏乐器，但其实在一个时代以前，口簧琴伫布隆族内也同款普遍，只是到现代渐渐失传。新义乡潭南村一位教会长老古明顺，都照着细汉记忆以及母亲留落来口簧琴，决心要将传统乐器找回来。我问妈妈说：“哎，你们，因为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啊？”啊，当我妈妈说，哎，我们以前的那音乐了，啊，但是我说这个是什么来源？她说可能是荷兰，荷兰来这边的话，他们就学起来。对。哦，所以布农族早期就本来就有。对对，还有个弓琴，弓琴是以前是用麻绳。除了家己，古明顺最近也甲一位九十外岁老阿妈学做传统的织布机，已经希望借伊的努力，会当将过去布隆族的传统乐器甲生活器具来重现。只有想到说要怎么做，但是我那边阿妈还有。哦，要再跟他确定就对了。对对对对。所以我现在就是年纪差不多大了，我就要往我们以前传统的那个，布农族的，要给它实现，因为要是没有这样的话，那我们以后的那个后代就更糟糕。为找材料，搁当撇偌济，古明顺出在主人，不论是口簧琴，也是钢琴，一切手工家己来，就是着过去布农族的传统生活，也希望有兴趣少年人，能当做伙来传承。记者金木山采访报道。